我退了，我也让了。老师，三思就不必介入了，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殿下，证人、证物也不用三思去查了。 两件事：第一，大哥和江上公是没有我和嘉义伯之间的默契的。做什么之前一定要先通气，否则容易让外人钻了空子。大王要我告诉上公，御史已有城论，太子就算找到了卷轴也不要紧。 大王事先也不和小人说一声。你是说轴子的事儿？现在他手上没有我们半点把柄，反倒是自己一身泥水洗不干净。第二，臣给天子过目的东西一定要事先检查，这是最起码的人臣之礼。齐王。 记住了吗，太子殿下？此女子究竟是何人？这个问题，还是让齐王来告知陛下和诸位吧。还是让他自己说。 姐姐，你真想让我戴上这条带子？大王戴上它，就不用离开小人了。大王一直在骗我，对不对？